哦，好的好的，您稍等，我给您催一下。你们在排练啊？怎么了？我能看一下吗？好啊，看啊。你们早上就排了？啊。你怎么了？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排。你跟谁一组？石头西西。那他们俩呢？石头，你在哪儿啊？西西，那你一点能到吗？我已经把剧本写好了，但是还没有写完，我刚刚去打印了。我也写了剧本。啊？那他自己写的？哦。所以啊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就应该昨天提前跟伟莹说好的，你知道吧？对。咱们的错。咱们的错。我真的觉得没有时间了，明天我们还要去搞服装什么做准备工作吧，然后礼拜一就上课了，没有时间排了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咱们两个小飞跟明明昨天晚上到很晚很晚，反正他们写了很久，然后把剧本基本上都顺完了，然后他们今天早上那个小品也成型了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，就说我们俩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这怎么会是更重要的事情？这就是更重要的事情。不行，咱们两个吧，哎呦，这本来就是咱们三个人的剧本，现在咱两个逃了，然后把伟一个人放在那边。没事没事，算我。我就觉得好莫名其妙，怎么就我们组是这样的，一点团队感觉都没有。伟一。对不起。什么情况？抱歉抱歉抱歉，我别想。不气了，对不起。不是，我昨天本来回来，我晚上就要跟你们排练的。我昨天我声乐老师来上海约我吃饭啊，我都没有去，我跟他很久没有见面了。我就回来等你们排练的，你们说一句不排就不排了，你们昨天到底干嘛去了？你们是不是去看电影了？要考试了，你们为什么要看电影啊？我们去。我们在一起了，我们在一起了，我们去找一下感觉。对不起。那 OK 啊，你们在一起，你们找一下感觉。那关这个排练什么事情啊？下午我去上课了，也是你们两个讨论的。晚上你们也是两个人去找感觉的，那我成什么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自己都想好剧本了。你们什么也不跟我说，我昨天问了你们了没有？我问了你们很多遍了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干什么这样对我呀？你叫我们早上起来，很早起来排了，我们剧本晚上也写好了。你们俩都不在，他们刚刚问我石头跟星星去哪儿，我说我不知道。对不起，伟英。对不起。都怪你这是，伟英，好了，对不起，昨天我们俩。你们自己去拍吧，不要来了。你们自己去拍吧。